宾夕法尼亚东北部的特拉维峡谷国家公园里渐入深秋，这里的秋季景色宜人，让国家公园旅行家麦克梅耶心旷神怡。我的周围都是当地的杜鹃，春暖花开时会绽放出紫色、红色和粉红色的花朵。步道和小桥带着游客走进不同的景色，踏着缤纷的落叶，跨过潺潺溪流，来到叠岩起伏的瀑布前。这天早上，因为前一天刚下过大雨，瀑布格外壮观。国家公园里的这一角被称作孩童乐园，在3公里的环形山路上，一座座小桥纵横在瀑布之间。这座公园大约280平方公里，坐落在美国东北部的宾夕法尼亚州和新泽西州的边界，让游客们一览特拉维河的壮丽景色。VOA卫视报道。